白鹿原人气指数五颗星陈忠实。白鹿原是作家陈忠实的代表作，这部长篇小说共50余万字，由陈忠实历时6年创作完成。该小说以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上白鹿村为缩影，通过讲述白姓和陆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，表现了从清朝末年到20世纪70-80年代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化。1997年，该小说获得中国第四届茅盾文学奖。该小说也被改编成同名电影、电视剧、话剧、舞剧、秦腔等多种艺术形式。第二，《三国演义》人气指数四颗星。罗贯中，《三国演义》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，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，全名为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，又称《三国志演义》。作者是元末明初的著名小说家罗贯中。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成书后，有嘉靖人物、本等多个版本传于世。到了明末清初，毛宗岗对《三国演义》整顿回目，修正文辞，改换实文。《三国演义》描写了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百年的历史风云，以描写战争为主，诉说了东汉末年的群雄割据、混战和魏、楚、吴三国之间的。第三，《西游记》人气指数四颗星。吴承恩，《西游记》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，现存名刊百回本，《西游记》均无作者署名。清代学者吴玉进等首先提出《西游记》作者是明代吴承恩。这部小说以唐僧取经这一历史事件为蓝本，通过作者的艺术加工，深刻地描绘了当时的社会现实。全书主要描写了孙悟空出世及大闹天宫后，遇见了唐僧、猪八戒和沙僧三人，西行取经，一路降妖伏魔，经历了9981难，终于到达西天见到如来佛祖，最终武圣成真的故事。西游。第四，《红楼梦》人气指数四颗星。曹雪芹，《红楼梦》中国古代章回体长篇小说，又名《石头记》《金玉缘》，被列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，一般认为是清代作家曹雪芹，作者尚有争议所著。小说以贾、史、王、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，以富贵公子贾宝玉为视角，描绘了一批举止见识出于须眉之上的闺阁家人们的人生百态，展现了正邪两副有情人的人。第五，《水浒传》人气指数四颗星。是奈安小说简介。北宋末年，宋徽宗在位时期，天下瘟疫流行，官府如蹈，官逼民反，在梁山伯聚集起来自江湖上的许多英雄好汉，打州劫府，济困扶贫，严重动摇了北宋朝廷的统治。但宋江对朝廷的投降，导致了梁山农民起义最终走向失败的悲惨结局。第六，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人气指数四颗星。福斯·戈特·菲茨杰拉德，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是美国作家福斯·戈特·菲茨杰拉德创作的一部以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市机场岛为背景的中篇小说，出版于1925年。主人公詹姆斯·卡兹本是北达科他州的一个贫穷的农家子弟，自幼梦想做个出人头地的大人物。经过一番努力，他终于步步高升，并更名为杰伊·盖茨比。他在一个军训营里任中尉。第七，《肖申克的救赎》人气指数四颗星。斯蒂芬金，《肖申克的救赎》是美国作家斯蒂芬金的中篇小说，也是其代表作，收录于小说合集《四季奇谈》中，副标题为《春天的希望》。该作讲述银行家安迪被当作杀害妻子的凶手送上法庭，妻子的不忠、律师的奸诈、法官的误判、狱警的凶暴、典狱长的贪心与卑鄙，将正处在而立之年的安迪一下子从人生的巅峰推向了。第八，《平凡的世界》人气指数三颗星。路遥，《平凡的世界》是中国作家路遥创作的一部百万字的小说，这是一部全景实地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，全书共三部，1986年12月首次出版。该书以中国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十年间为背景，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，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，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，劳动与爱情。第九，《长恨歌》人气指数三颗星。王安忆，《长恨歌》是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，首次出版于1996年。《长恨歌》写了一个女人长达40年的感情经历。中学生王琦瑶是一个普通的上海弄堂女，但她又是不普通的，因为她美丽无比，几乎达到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的境界。自从被选上上海小姐后，命运就发生了转变。她做了某大员的女人，